Zet hem in, Minna.吃些面就不要硬了，妈喂你。啊，我也好想妈妈哦。如果妈妈在的话，妈妈也会喂我。一个，你不要难过，那姑姑一定是超人，她一定去出任务了。我是狗狗，可以自己去吃面，让阿妈来喂你。就搞的呢，知道要安慰妹妹。燕，你也好勇敢哦。如果我看不到妈妈，我也会很难过，所以我要感恩秀秀。好，你们都很乖。燕，你如果真的想妈妈，不然这样啦，阿妈变魔术，把妈妈变回来好不好？真的可以吗？我要看阿妈变魔术。这机会讲起就无代志啊，无过去打电叫伊回来哇。等一下哦。妈，妈咪，那都好啦。好棒啊，阿妈会变魔术哎。妈咪，阿妈真的把你变回来了耶。妈，对不起哦。妈咪。你以后可不可以不要把我丢在阿妈这边？你好久都没有来看我了。妈咪答应你啊。阿姆，是的啦，这样我才把志玲送来。你若要回室内哦，把伊分回室内啦。你不过无听到囡仔在讲，以后唔通安尼啊啦。给替囡仔想挂，啊，无囡仔就可怜嘞。伊恩，建文叔叔答应你，以后不会再随便不见了。伊恩，现在你妈妈回来了，你不要再哭了啦，我们赶快把面吃完。阿丁今晚根本都无代志呀，阿黑聊了很丁，根本过来找恁的妈妈。这爱情有可能会用起诉，那真正是安尼话，代志就算解决了。我是有听伊飞阿讲啦，爱情嘛吼，把迄个蔡友着提破龙王给抓起来啦。啊，不过恁侄啊，伊是安尼去呢，敢有遐尔简单抓？我是惊讲哦，伊若讲起啊，搁找恁的麻烦呢。妈，我家己较细只，阿金门买保护我，所以你咪烦恼啦。是啦，而且我咪趁这个机会，去甲阮侄啊讲一下。求医生转我甲治，上好是会当解决啦。啊，这个右边手术吼真成功呢，我是希望讲吼，所有的歹运哦，拢好过去啦。啊，以后咱一家开啊，就用个团圆，快快乐乐过日子啊。龙哥拄啊敲电话来，讲临时有一挂代志要处理，可能要晚三十分钟到。好啊，无你先去门口等你，小等直接甲带去餐厅。我想要加进者，小等再过来甲伊讲代志。我这个阿叔，我看到还要对刘静。你敢确定这阿弟来得？嗯，是香哥的细汉跟我讲。你嘛知影香哥甲大个，伊向感情真好。我想大个找伊来，是要讲约谈的代志。希望会当顺利见到这个。安尼，咱买当了解药检调单位药单的状况，
咱买单个解释要清楚蔡有德的代志。有面堂来找我，是啊，阮真正做烦恼利用约谈的状况。迄那不是恁提供资料，因哪有可能遐尼紧就收集到证据堂来抓我？恁都咧计先计大啦，大海，你真正误会啊，阮无出卖你。是啊，你对我来讲，就亲像我的爸爸咁快。我可是你自细汉请养到大汉的人，我哪有可能害你？佮再讲，你即马身躯边连一个细汉的都无。我甲阿兄若真正要害你，阮早就动手啊！我啥来徛伫遮甲你讲话？是啊，大汉，我真正会当救助我甲家门兄对拢足死忠的。你是不是会当给阮一个机会，替阮解释清楚？是啊，我照顾。要陪你来温泉啊，嘛就久无帮你抓你啊。是啊，大爱，我嘛真久无替你泡茶，我拢感觉真解忧，怪怪的。欺骗过你，现在你的身躯边拢无会当信任的人。安平还阁细汉，彩萱也对你的事业无了解，我真正替你足烦恼的。而且蔡有德所讲话拢毋是真的，你千万毋通相信。是啊，大爱。而且我家门兄拢有阻止蔡有辉，甲你提报为流氓。遐毋过伊是馆长，伊有伊的责任。所以无要听阮的话，是啊，我一定想办法证明给你看，我不是蔡有德所讲的那款人。阿哥，我是想要拜托你，拜托你成全我甲志玲，好不好？才甲我讲回报，结果就是要来甲我交换条件尔嘛。恁两个反背我，陈志玲的代志，我无可能原谅恁啦。蔡玉玲即摆是我的囝婿，我无相信你的话，我要相信啥个？我实在想要吃钱，我发觉我身体这么有本事的后生。今天有个人来找爸爸，我听到他们在说偷卖建材的事情。我听人讲，今麦剪掉单位的调查哩，阿玉在笑牙，嘛对外口人讲，伊很在干了两。我红建文这条命本来就是你的，要给我拜托，志玲。是我真心爱的人。
拜托你千万不能伤害伊，好不好？我今天不是要来为难你，我是为了生存。刚刚你袂记你红建文是安怎反问你，是安怎糟蹋我？哎呀，听话哦，乖乖在这里吼、哦，唔通红讲吼，阿公到底吼、哦、都学坏，都变坏吼、哦。这工程咱还搞等于有专线啊！啊，若是要安尼做，工作就无少甲工调转，我较真歹看啊。希望你会当搁甲我撑出来，我有机会当证明我这世人无废话。你若真正相信工调转哦，你真是看唔到人啊！你的将来一定会后悔啊！以后你若做大医生，哎，什么病啊，拢有药医啊，啊，就是后悔无药通救。还有啥路用？痛苦就加深你心上，坎坷人生有波浪，应该找回你的笑容。风若是对面冲，我会用身躯来阻挡。风若是对面人，我会一点你真卡狂凶。我是一座石感动，永远勇敢站在风雨中，将爱你的心化作你的流浪，乎你人生更加坚强。风若是对面冲，我会用身躯来阻挡。风若是对面人，我会一点你真卡狂凶。我是一座石感动，永远勇敢站在风雨中。